韩莹莹、张含韵，欢迎你们。哇，今天算是在微博之夜的大合体了，来先到我们的签到台进行签名好吗？也算是给我们的粉丝还有我们的媒体一个非常大的惊喜。好，请到我们的微博之夜前面，我们一起拍照好不好？ 来这边，请在我们的第一个拍照区，在微博之夜面前。你们拍合影还是拍？我们要不拍集体照 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跟你要爆料一下，他们的关系真的还是非常好，因为我们在走红毯之前呢，我们的姐姐们已经就位了。真的，我觉得他们像是来春游一样，除了没有带零食之外，稍微分开一点点啊，感情太好，挤得太紧，不可分割啊。也是很荣幸在微博之夜能够看到我们的浪姐们齐聚一堂。好，请到我们的下一个拍摄点进行拍照。我感觉他们的衣服一定是提前做过工整，两个深色系，两个浅色系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商量过，应该在群里边没商量。没商量啊，这么有默契。这就是一个好的综艺节目让他们有了团魂。虽然好像也并没有，没有一起参加节目不商量一下姐妹们穿什么吗？这个不都是女孩子的话题吗？要的就是惊喜啊。来，今天